突然变脸的男星。男神也逃不过岁月的痕迹。第一位，古天乐。古天乐年轻时玉树临风，风度翩翩，可是不少姑娘心目中的白马王子。如今人到中年，也逃不过发福发腮的规律，整个人看上去都是大变样。第二位，尹正。尹正刚出道的时候水灵灵的，更是和圈内的顶流鹿晗撞脸，但是现在身材发福，脸也肿得像发面馒头一般，被称为身材管理失败的杰出代表之一。第三位，沙溢。沙溢曾因英俊潇洒的白展堂一角吸引一大波颜粉，如今他却成了综艺里经常被欺负的大憨憨，不禁让人感慨，怎么就被践踏成这样了呢？第四位，焦恩俊。焦恩俊年轻给人一种翩翩家公子的感觉，美貌真是让人垂涎，一双桃花眼不知道迷倒多少观众。如今54岁的他身材发福，胡子花白，昔日花美男变油腻老头。第五位，宋小宝。宋小宝一直以消费自己的长相博得大众的欢笑，黑和柯晨是他的代表。当看到他年轻时的长相，让人不禁感叹竟如此俊秀，这是校草变成了校草。第六位，陈浩民。年轻时候的陈浩民可谓是帅惨了，温润如玉，风度翩翩，可如今的他不仅肤色暗沉无光，而且法令纹还特别深，脸部肌肉松弛下垂的严重。第七位，沈腾。年轻时的沈腾可是俊逸校草，唇红齿白，眉清目秀，一头长发帅气迷人，但中年发福迹象明显，近照脸蛋仿佛充了气，被网友调侃与贾玲越来越像兄妹，谁毁了你心中的经典。